先去了，来，老板看一下，我们辛苦再来一次，活的了，都稳了，OK了。进我玉心斋，必须通过三项考验。你说的什么考验？我接受。哎，等一下，在考验之前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聊聊条件？什么条件？你可能都没瞅你一眼。完，我说先聊聊条件，什么条件？就给我都吓一跳。没抽离的，上面那什么款，就这一个，什么款呀？不是你刚才感觉到呗？对，什么款呀？这一个真的，然后你后悔了是吧？我都后悔了，所有条件认识。他好演对对，好演基本，他沉浸式表演，这个非常了。菲律宾影后，他们撑过去了，看看没？什么条件？什么条件？二哥，你我看我看你到底伤到哪儿了？你不舒服吗？我不舒服，告诉我。脖子好像没有到了。好，对的，责任。是你的腿。啊啊！好玩。瘸啊！这是你的腿是瘸的。就是腿儿。哎呦，我的腿！哎呦，我的腿！哎呦，我腿儿！哎呦，我的腿！哎呦，哎，我的腿好疼啊！另外一个图灵在召唤你。Never mind, I'll find someone like you。我们这句子真的是。我爱你的人。欢迎你呢，大哥。欢迎我。好欢迎你。好想好想是吧，那进那个意境里边搞错了再来。下雨天了怎么办，我好想你。我们谁不是专业的，可以业余乐队。哎，大家都过来坐下。